这个呢就叫蒸鱼，好好味啊。嗯，我最喜欢吃的拖螺啦，我试下摸面先。哇，有少少筋，但好肥美好味。哇，好特别喎、啊、呢、这个。呢、这、一个呢是用好厚肉的大蝦啦，用醋同埋味噌炒香咗，然之后呢将啲蝦肉呢就摆落去呢个日本茄子叫米茄度。都几 creamy 喎、啊、好香啊。等我告诉你听自己有几好味啦。嗯，加啲呢个汁真係鲜好多喎，同埋条鱼煎出嚟真係香好多喎。好味。这个呢就是黑松露海胆焗饭，哇，感觉不是吃饭，是吃很多黑松露海胆。